最近有着女团制造机之称的 JYP 娱乐新推出女团 NMIX， 而经纪公司每推出新团体，师姐们都会再次拿出来比较。这次 JYP 组传女团 Money Line 又再次掀起了话题，因为在 JYP 娱乐的四个人气女团中， Money 都是被赞为最美，随便一个都是 ACE 等级。首先是 TWICE 周子瑜，精致的脸蛋，完美比例的身材，加上超善良的个性，也让子瑜在一出道就拥有相当多的死忠粉。最近更是剪了从出道以来就没有剪过的中短发，瞬间在网络上引起讨论。甚至最近在开欧美演唱会时，大姐娜琳还说道，演唱会中间和子瑜对视了，因为太漂亮，呆住差点忘记做下个动作了呢。第二就是一级申佑娜，高颜值劲舞团一级的 Money 申佑娜，出道时一头红发，上了好多次热搜，被大家称为迪士尼童话里的人鱼公主艾丽尔。除了出道前参加防弹少年团的 MV 首次挑战演技之外，近期还时常担任 SBS 人气歌谣的代理 MC。 第三 NMIX 张圭真，近期才出道的 NMIX 张圭真在团体内担当主领舞、主 rap、副唱、忙内，虽然物料还不是很多，但从周偶以及纸牌当中可以发现，圭真的表现力真的是继承了师姐们，不止抓眼球，还会让人想再看一看。在出道前 cover 的影片也是让网友赞叹，完全不像是06年孩子会出现的表现力，才出道不到2周，实在是期待妹妹们未来的发展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下鱼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